要修掉自己对三世的这种恐惧跟解释的心理。如果你看自己的果报，你会不会马上推到过去走样？修不，这个修不，应该是以后，这个自己很乐意去接受。这句说到这里就好了，不要接下去，可怜，不要再接这个。自怨自艾，一定会拿这招去套别人。你这个在走呀，拜你的沾西，一定会这样套。人就是这样，很喜欢把自己模式框在别人的身上。佛都没有把他模式框在我们身上，没有。你看啊，佛没有，佛没有用他的模式。他是提供给你参考，他是这样提供给你参考，你的性向、你的种性、你的什么选择最适合你的，然后说不一样的方法相应于你，可是路打开让你去走。所以三世诸佛都是依现在当下依波尔波罗蜜多，这个三世是讲他真正得毕竟解脱啦的那刻得证菩提。那他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是断绝世间烦恼而成就涅槃的智慧。涅槃是一种状态，所以菩提是不是他进入的这样的状态之后有智慧，可是智慧却无相。那常常有讲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分野出佛缘觉跟声闻，各于他所证的智慧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三种菩提其实都是最后佛告诉我们的是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佛的无上究竟菩提，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是声闻跟缘觉的菩提。声闻跟缘觉的菩提跟佛的菩提，回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语词，就是个别跟全部，这是个别跟全部。说个别的智慧容不容易证得，不难。我们常常讲开悟啊什么的不难，就是个别的这个部分不难。那全部呢？就要真实去实践。这阿耨多罗叫无上，三藐三菩提叫正遍知，翻译了，这是佛陀所觉悟的智慧，它是平等而圆满的。佛所悟得的这个道为至高，就无上。翻译嘛，无上啊，那他这个道周遍而无所不包，所以叫正遍知。菩萨行全部的内容就是为了成就此种觉悟，所以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我要成就无上正真道义，是我有这样的心。就是自己本来也就是一样的能力，一样的觉性，只是以前不知道，所以要靠着佛很多的举例来引发我们真正懂。那介绍到菩提，三菩提，三乘之所得，简别它的差异，有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跟无上正等菩提。所谓的声闻菩提就是个别的，讲的是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不教他人发菩提心，不令他人入信，以此因缘心得解脱者，称为声闻菩提。也就是你自己发我要成佛的心，其实基础上是我成佛，我处理好我自己所有的问题，
我也没能力教人家发心，而且现在的重点也不是教别人发心，也没有让他人入这个清净性里面，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意愿。如果你是没有能力而有意愿，那就是菩萨种性啦。如果你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那根本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嘛，就是不可能由你来传达这个讯息。而且阿麦超卡鬼气，常常我们会不会有听到这个？莫给啵，就麦插卡鬼气，麦听，阿麦插，哎，那不列代志，是不是心得解脱？当然，如果以世间来讲，有的人啊插伤济，伤杂插，是不是？有的人说啊杂插，下都被灌上都被插，那个是世间的权力欲掌控。而如果你发菩提心呢，它不是为了个别掌控，它没有利益的想法，也没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慰藉，而是在这所有一切如何一步一步把这些做好，它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与我有关的那种所得名闻利养心，那就种性不一样了。那声闻菩提讲到的是，你不教他人发心，也不令他人入信，而自己完成了这个部分，这叫声闻菩提。那缘觉菩提呢，又叫独觉菩提、辟支佛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自发菩提心，而不教人发菩提心，不令他人入信，不自受持大乘经义，亦不广为他人解说，以此因缘心证辟支菩提。声闻菩提当然讲的是他有佛的讯息，所以他声闻，借由听声闻思，而最后修行而得证。那独觉呢，他是自发，我要无上正等正觉，我要开发，那你自己在这里面的体悟等等的，你不教他人发菩提心，不令他人入信。其实声闻跟缘觉有些时候会随缘，他也会随缘度众，不是完全没有的。那自不受持大乘经典，因为缘觉能够自开发，一般大乘经典对他的吸引力不大不大，这个要停留好一阵子。他不会广为他人解说，他不会广为，但是因缘有的时候其实会有的。你说证得声闻菩提已经很值得赞叹了，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在大家了解经论的同时，要知道这已经是一件不普通的事。不能说啊，这个声闻菩提不算什么，你连一个菩提心都还没发，不能说不算什么，那是很伟大的。只是不是这样子而已，这是个别处理完整了。缘觉的话自发心嘛，他有这个立根器。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的是无上正等菩提，这是诸佛的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自发菩提心。佛是从哪里开始走？从缘觉开始走，他自发菩提心，亦复教人发菩提心，令他人入信。若有来者及不来者，悉皆恭敬一生随喜，如此解脱自利利他，为多人利益安乐故，称为无上正等菩提。他说若有来者，就是现前跟没现前的，现前跟没现前的你都恭敬也随喜。有些人你这辈子不会看到，有些众生你这辈子不会碰到，甚至于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你的心是遍一切，他现前跟不现前，现在或未来或什么，以时间点而言，你都会恭敬随喜，恭敬他有菩提心，恭敬他的佛性，你要随喜他所做的一切。这心量就是三世一切
你都没有断裂，这就是普贤行愿。在自己解脱的时候，也会带给众生，饶益众生，带给众生正确的讯息，开始悟入，所以众生也会得安乐，是无上正等菩提。你说当时世尊到底有没有发心在我们身上？同学，我们是在世尊灭后2000多年才出生的嘛，对不对？世尊到底他的心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可是在2000多年前，我们并没有现前在那里呀、啊。或许有四只蚂蚁，刚好没见面，你只看到世尊的脚，看不到他的脸，因为大小只差太多。但是世尊他这个心念是遍及所有一切众生的，对不对？那这三层譬喻啦，三种人欲度恒河。第一人以草为筏，用草编的筏，以之而渡，靠着它可以过去。第二人以皮囊或皮船，以之而渡，有一个皮囊或皮船比较安稳一点，可以浮在上面过去。第三人造作大船，乘之入河，于此船中载渡百千人。就第三种譬喻啊，造了一条大船，让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去，一起过去，对不对？那第一个，我们回到一个点，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有分三个等级啦，再前后再统合一次。第一个，自我空，先放下吧，这点容易办到哦。第二个，自他因缘圆满空。第三，超越所有一切空。如果有烦恼的话，基本上就不可能有清净，也就是空性无法证得。那如果有所谓所知障啊，那这个有法执，那这个上面就不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无法证得菩提。那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烦恼障就是以我执为根本。如果你有烦恼的话，就是个别的自我意识所结构起来的一种想法。那这些呢，对于实况啊，就是实相上当中，其实它是不吻合的，所以会产生一些波荡的情形。所以烦恼障是我执为根本，那所知障呢，就是法执为根本。会有意见啊，个人的思考上面的价值观啊，认同的这些东西，所以烦恼障会障碍涅槃，当然你就无法清净。所以烦恼障是障碍涅槃，所知障是障碍菩提。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啊，烦恼障障碍涅槃的重障，也就是说它最主要就是因为烦恼。人呢，在整个生命的每个当下，如果你的心中有些许的烦恼，当然就不可能清净自在，也不可能了解心性本自清净，本来无一物。所以就是正障，它是就是最主要的，完全就是因为这个障碍。所知障为给予正障力量之坚障，也就是如果我们有烦恼，然后又有自己的想法去支持自己的这个烦恼的合理性，其实就是众生自我框起来的世界。所以所知障又会辅佐这个烦恼障更加的巩固，不能证得寂静涅槃，这样了解啊。所以仅有所知障，有些时候它不会障碍涅槃的能力。这个意思说，如果你有烦恼加上所知障，那就很严重。那讲到涅槃，上次有讲天空涅槃，它可能有一些法执，那这些法执并不产生
烦恼，意思是说在世界没有现前的冲突之下，他可能有一些所谓自己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呢，在某一些状态他并不会冲突去产生烦恼的对抗。那偏空涅槃就知道偏真啊，就是这一切是空嘛，这一切是无所谓，这个也是所知障。那这个所知障有些时候不会障碍涅槃，但是却不能得证菩提，所以心还是很清净。有举例啊，今天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相应，就知道一切是空啊，所以什么事情的发生你就说那与我无关啊，我还是能够自我清净的，心里不会浮动。但事实上这种不浮动是短暂的，它不是永远的存在。当有些一直你这个上面是完全用切割的，其实它会一直悬在那里。当缘起的时候，你会看到又是与我无关，又是与我无关，那每天都有这，就是一直重复的。所以最后你会去反思自己对吗？这个时候，这个所知障才可能破除。所以像有一些人的一些思想啊，有些时候会有主观的，那认为这些与我无关，那我也不用动念。这种呢是二乘一切空啊，上次有谈到，但是是不能够得证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好，那如果以烦恼障为助缘，可受分段生死，就是凡夫就有 分段生死嘛。那如果有烦恼，就烦恼一段一段一段，有个起有个落，起落起落之间就是分段，那生命也就会在起落起落当中有一段缘，缘起了缘灭了，缘起了缘灭。所以很多人在缘起缘灭之间如果不能自在，其实还是在分段 生死当中。所以缘起的时候知道是性空，缘灭的时候知道这一切就是一个影啊，所以你也自在，这样才能够就是破除这个分段生死的障碍。那所知障为助缘，可受变异生死。如果你有心念里面的一些思想，那这就是所知障嘛，法执。这法执，当你有一天又发现原来自己以为的这个价值观是不对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是不是又是一个变异，就是一个转换嘛？那这个转换其实就是一个生死，它也是一种情一种状态，这也叫生死，它有个起头一个结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知见的修正，也就是有一些要调整的想法，那知见的修正慢慢的修正，你会发现你重死一次，你再开发一次，生命就是像一点点一点点杂碎的东西一直在解离分离，然后重新清净起来。这个是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二乘人呢，断烦恼障的果位是他的理想，就是认为 我只要有一天不要有烦恼就好了。哦，这个理想好伟大呀，这个理想真的很需要到达。但菩萨他看到有一天真的所谓的自在自主了，什么事都不烦恼了，然后活着呢悠悠哉哉的，他菩萨看到这样子自己这样子的状态，他心里会想，难道我生命的作用就是为了得到这一份自在吗？那这份自在诚属可贵，那走到这里的时候，可是我还很多事情看不明白呀。有的人说看不明白又何须去看呢，反正那个与自己无关啊，所以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反正人一个人也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专业所有的能力所有的一切都知道啊，所以不明白就不明白，拱南五拱后啊，呵呵啊，拱拱啊，那么叫做在这种状态。当然以世俗里面要没烦恼跟二乘人的没烦恼是不大一样，世俗里面的没烦恼是说在世间上面有相当水平的一种福报，所以你想要想用想说什么事情都有相当的能力，这个上面所以一切满自己啊，满自己的需求，那也没有什么烦恼。那
二乘人的烦恼，他是知道一切是空的道理，那个有彻见空性的没烦恼，比起凡夫的没烦恼，他是彻底多了，那是叫果。那凡夫的没烦恼，等到哪一天呢？生病病到某个程度了，他会想说：啊，奇怪，啊，我就用做好代，我嘛帮助人，啊，想乱来鬼破病。这个上面啊，其实就没有办法了解空。那二乘人有余无余涅槃当中，他知道这是空啊，四大是空，所以地水火风，他知道地水火风的道理，所以他在身体上面的疾病，反而起了一个很欢喜的心，要入无余涅槃。凡夫跟二乘人，他对死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凡夫对于死亡的态度是夹杂着一些恐怖跟一些不安，也就是死亡是非常无奈的，他是走到某一个点呢，然后幻灭了，这是死亡带给他的恐惧，他有生灭的想法。但二乘人对于死亡，他是迎接着，他想说这生命里面呢，所有的苦厄啊，我已经懂了，我现在不苦了，所以我要进入涅槃，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理想啊！这个上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不一样。那菩萨以具断二障，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得佛果为理想，也就是要究竟涅槃，真正的得佛果，得无上正等正觉为理想。那相信同学这么多堂课来，对于我们一起研读心经，应该知道这讲的就是讲无上正等正觉，也是大波涅槃。大波涅槃就是大灭度、大圆寂，佛完全解脱之境地。那这里面呢，当然就讲到这法身解脱跟般若三德逆障。北本的涅槃经里面讲啊，菩萨摩诃萨修大涅槃，于一切法悉无所见，若有见者，不见佛性，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不得入于大波涅槃。也就是菩萨他对于所有的一切法悉无所见，他不会扬起个别的一个意见，他这是实相，实相是超越语言文字的这个范围。所以如果你有所见，你在这上面不能看到它空的道理，毕竟清净，那么你就看不到佛性。佛性是清净而无所障碍，能够觉了一切，那这上面就是般若波罗蜜。那我们既然了解，就知道这个大波涅槃，大就是讲法身，灭就讲解脱，度就是大灭度嘛，度就是讲般若。那今天要了解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次有介绍到这个声闻的菩提、缘觉的菩提跟无上正等菩提。那佛在说啊，他正得的菩提啊，其实以他三身来讲，也叫三菩提。应化这个应化佛菩提，讲的是以这个佛的愿力、清净的愿心啊，他方便呢、啊。用自在善巧，就是自在善巧化用为道来度化众生，这个叫做应化佛菩提。就是渐渐修学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体相用里面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今天已经退休了，我想你的使用就在个人身上啊，这就是大概生命好好的让自己生命最后的那一段不再有什么样的烦恼。那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有生命的作用，退休之后他的化也就是他的用是最为圆满而理想的。因为退休之后的时间空间所有一切都可以自己自由去决定他的使用状态。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生命的使用就是你们年轻人爱好好用，我们老的不能用，其实这是有点误差的。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边历练边学习边开发，他的用可能有一些
所谓社会的功能，还有一些物质的条件、工作能力的证明，跟自己活着的时候有一些所谓义务跟责任的部分。所以它的用呢，是自己在使用上啊，也能为他人所使用，这是一种平衡。好，你在使用的时候，也让你的生命发光发亮，有了它某些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到退休后的用，就完全利他了，是不是？自利的部分非常的不应该说小，应该说自利的部分其实已经掌握得很好，你会掌握得很好，因为你生命大概经验也有了，该吃过该喝过该享受过该经验的苦痛点点滴滴都有某一种程度的体会，那所以如果能够拿来利他的大用，那倒是真是最成熟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用呢，真正讲到能自利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懂得你整个生命的这个意义，那到老了的时候，这些意义不再为自己而建构，那这个上面的用能够应化佛菩提，对不对啊？那讲到报佛菩提，也就是三种菩提，如果说法报化啊，这个报佛菩提讲的是以称理之智慧为道，也就是你在所有一切里面都有称法性的智慧，那这自己本身呢就安住在这清净的智慧当中，它就不会再有烦恼，在这上面呢能够任运自如，为所欲为，已经不是所谓有烦恼或是有一些条件说啊，它是很自然的在这里面啊，能够看得懂道理啊，做些什么事啊也不逾矩啊，那这上面是一种成熟。那以我们修行人来讲啊，你实智菩提，也就是报佛菩提，它就是有称理之智慧，你本身所证得的智慧、体悟的智慧，它是搬不动的，它是无相无形的，它也不会有一些杂质，它也不会产生烦恼，这种是真正的自在啊，这叫报佛菩提。大家是不是会需要这一块呢？想要这个呢？还是只是想要就像前面讲的啊，那种自己就是没有烦恼就好了，应该是没有烦恼而有智慧，那才真的圆满呢、啊。而且能够把所有一切现前的所有一切圆满，对不对？那再讲到法佛菩提，就是真性菩提、无上菩提。这个菩提以实相之理为道，就是法身。在所有一切里面呢，它不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它不谈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关系，而是这因缘实相里面的所有一切啊，这个就是它的基础，就是它的根本啊。就是说得证法身，法佛菩提。那报的话，就是你在生命的经验里面呢，或是对于所有一切现前的，都有你的智慧，都有你的智慧可以这个实质的智慧，然后会用应化佛菩提啊，就是应化的身份，把这个智慧帮助众生去开发、去使用、去体证，这样子，这也叫三菩提。那这个三菩提，也就是实相菩提、实智菩提跟方便菩提啊。刚刚讲的这个应化佛菩提，讲的就叫方便菩提，就是自己能悟得之后，又能够自在的教化众生。产生的作用，这个叫解脱。实智菩提讲的就是清净菩提，悟气合理之智慧，讲的是般若，也就是刚刚讲的报佛菩提。实相菩提讲的是无上菩提，悟实相理之真性菩提，就是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原来的本来面目，就是法身。那这个就是三菩提，
同学，心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明确的了解，心经并不是在讲我们只要抛却所有的一切，那空空空空空，这样就够了。他讲啊，第一重，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一切，它是虚妄的。那内心有的苦的现象、感受等等，我们可以从苦集灭道上面去着手，可以从十二因缘里面去观察，那可以用菩萨的六度上面去实践。那在这里面呢，你会有重重的读法，那不断不断的提升跟不断不断的去了解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先摒除外来所有讯息的干扰，这点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呢，能够平静的在这里面看到它的所有的因缘法，能够有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无相的智慧，清净之本来面目，来看它，看到自他的关系法，有这样的清净，那有这样的意愿，不是打死那样的意愿啊，那用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来圆满生命里面的所有一切，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完成了，对不对？才能够就近涅槃，才能够圆满。所以心经里面它有重重重重的这个提息，让我们从自己的烦扰部分把干预放掉，切掉这个干预，再来开发。干预切掉的时候，你会看到空，也就是我本来讯息进来的这些杂碎的东西，其实它是外来的，它不是本来的东西。那如果我把外来的这些东西摒除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本自清净，本自清净，然后其实证得空的道理，空的智慧。好，那由这个空再起作用力，放下之后就会看到缘起的所有，那起这个作用力，这个上面的运作叫观照，叫观照。那这个观照呢，这作用的状态之下，能够同时进行去圆满它。这个观照并不是观照完了之后就放在心里，啊、哦，我知道，哎，啊、哦，我知道，永远这个人就我知道，啊、哦，我知道与世界何干呢、啊？本来是啊，与我无关，我知道跟不知道都无所谓。那现在是我知道，还要我知道又把它做完了，这样子。所以修行呢，从一种静态的回归到原点，再来从原点出发到圆满所有一切的关系法，这个就是心经要教导我们的。同学这样讲应该够直接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密说般若啊，这个上面呀最后一段经文啊，讲到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个地方要讲啊，所以啊，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用我们清净的觉性啊，起观照之作用而产生的智慧，这样整个啊，这样整个的过程啊，这样的修为法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个地方的咒是意思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把它说出来，不讲到它是一句什么样的话，你把前面呢，能把前面所有集合起来，也就是你那个态度，你那一念，整部心经啊，如果你要运作修行的点，你当下的这一念安住在什么样的状态，安住在全宁静、全开发、遍及一切、无所不在。如果这样子，就是大明咒，就是大神咒，就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样的意思。所有一切回归到你戒而一心，你当下的这种状态。同学读心经读到这个程度，或是你不管你是学习楞严啊、法华呀、啊，华严呢，三藏十二部，当然这么多经文呢，
这并不是一日两日可读完了，大德的著述也不是你三五年可以理解而达到的境地。那当你真的把这些所有的一切抓到它的精髓，抓到它的精髓就在这个当下的全体，全体在一念间，你当下的全部，这个就是觉性的光芒，智慧的一切自然的样子，全部在这个当下一切具足。这个如果你能够让自己调整到这个状态，那就是一个悟的境界。这样了解意思？那大家在学习能够体达到这个佛的状态，都是靠着戒定慧上漏学而来。那你的身口意这上面呢，就是有一个规范，这个规范不死，它不是硬邦邦的东西，而是让你如法如律，没有负担。那你精神层次呢，就是安住在清净的法性当中，那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就叫念佛心啊，金心叫念嘛。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佛的状态，这个已经不是用所谓我们口语上的念佛啊，这是所谓实相的念佛。那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有的咒就等于为了进入这个，就是达到这样的境地，这样了解。所以这个是所谓波蕊他最后的答案啊，我们修行的最后是不是要得证波蕊智慧、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波蕊智慧，最后得证的是波蕊。而这个波蕊所要说的就是成佛的所有的状态与内容。那成佛的所有状态与内容，在这么一个刹那之间即全部具足。所谓悟开，它没有前面也没有后面，它没有前后继，它只是在当下的那个。那如果是这个状态一直维持的常乐我净，也就是证得法身，对不对？那心经里面它不是只有讲法身而已，它讲到报身跟化身。那基础上呢，我们就要了解。所以啊，透过这样的办法，波蕊波罗蜜多，透过这个观照，透过这个清净，透过体得的这个无相的智慧，那就可以进入。那这个咒呢是祈愿时候所唱诵的秘密章句，又叫做神咒、禁咒、密咒、真言，这是在讲我们念出来的东西啊，它特殊的灵力啊，就是有那种作用力的秘密语。所以咒一般来讲都不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咒其实还是有它的含义啊。那这里面讲到这个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讲的就是它非常非常殊胜的妙力啊，能够让受持者驱除烦恼魔、解脱生死苦，所以叫大神咒。那什么咒是你最相应的？就是大神咒。什么咒就是你最相应的？有的人是用这个准提神咒，那有的人是用楞严咒的咒心，有的人是用心经的 geti geti， 就是波罗 geti， 波罗僧 geti， 就是这个心经的咒。所以每个人如果能相应，让你持这个咒而到佛的状态，也就是你没有阻碍，你清净，你能够放大光明，你能遍及一切，那你所有的觉照力又在这个时候完全的体现，这个就是你的大神咒，对不对？这就是你的大神咒。好，那所谓的大明咒就是有照了意，明就是光明，它能够让受持者破除众生痴暗，照见无明虚妄，故名大明咒。这个大明咒就是你刚很明白，你无明的虚妄都不再有了，
其实这是同学可以，你可以自我练习的。当你内心有一丝烦恼或一丝不解的时候，你应该用你自己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你的法门。不管你用的是哪一种法门，持咒的呢，禅修的呢，禅修也有动中禅呢，或是念佛的，那你在这个持咒念佛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知道，就是破除自己的痴安，这个就是法门，进入法界之门，它的办法。所以当你知道这是无明虚妄，无明虚妄，你的内心啊，既在做排除的动作，排除无明的这个妄念，又在做发射的动作，就是变一切，你不再有抗拒心。人要抗拒所有的一切，就会产生你自己的范围。人就是因为那个抗拒心，所以会你我之间是人，人我之间跟事件道理之间，它会有二分法，那是基础来自于一个抗拒之心。所以当你呢，在做一种放下，一种消融，又放大光明的变一切，这上面没有遮拦，那你这个无明虚妄它就不存在。那你的觉性在这个使用当下是明明白白，但是却没有痕迹，这个是可以练习的。当你内心啊有一些昏暗不明，你应该让自己回到这样的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就是修行的办法的法门。那透过这样的法门，能够去破除你自己的痴暗现象啊，这个是大明咒。那无上咒讲的是无上超胜意，能令受持者直趋无上涅槃，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过于此者，故名无上咒。也就是没有再比它更上面的，直趋无上涅槃，就所有一切其实都是虚假的啊，这也是真实的。真实在认定之间，虚假是它的所呈现的相状是虚假。那我们在看到现象界，同学，你对于现象的不可否认，比如手被刀子划了一刀，你就会直接去感受到皮肤被刀给划过了，它的痛楚，或是血流出来的，这个地方是受伤。看似真实，这个真实的感触其实是在时间点而已，而那个痛苦的感觉也是因为因缘和合呈现的一个机体反应。可是这些东西来讲，它是外来的，它是环境里面的某一种现象。所以当你能够不受这样的现象跟物质结构的这种相状绑住的时候，你就能够放下，你的心就能够直趋无上涅槃。因为痛苦是一种主观意识存在的时候产生的。世出世间就是在世间呢，你有出世间的体会，可是你又有能力在世间里面去完成你所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的手被刀划过，那现在你有痛的感受，它有流血的现象，那这个上面似乎以物质界的道理来讲，它就是叫不小心，它叫受伤，它需要消毒，它需要医药。但内心呢，却知道同时也知道这是因缘法，这是没有障碍的，你的心不需要在这上面做一些痛苦的反应。那像这种情形之下，你又有能力去找个药把它敷一下，然后又给它弄起来，然后知道不要沾到水，你内心又平静一如，似乎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当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你要有超越，你要有超越所有现象的一切智慧。那这个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状态能让你直趋无上涅槃，
是不是可以直趣无上涅槃？所以不用再怀疑，也不用再等待，也不用再内心有波荡。那无等等咒，无等等咒是最高的意思，能令受持者成就无上菩提，世出世间无有一法等于此者，故名无等等咒。也就是没有可以跟他齐头并进，跟他相较量，没有能够比较的。这是从世间到出世间啊，这所有一切没有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叫无等等咒。那以佛来讲啊，他就是讲无等等，佛也叫无等等。佛的烦恼净尽，就是佛的烦恼清净了，没有了，不再有了，而且神力广大，非其余之菩萨所能等同，称为无等。就是佛的一切能力啊，跟佛不再有烦恼，菩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所以叫无等。但佛与佛之间的果位平等，佛与佛之间呢又没有差异，叫无等等。所以佛道超绝，佛道是超越而是绝对的，它不是二分法可较量的。无有能与等同者，称为无等。佛与佛道等同，故称无等等。佛与佛道是等同的。今天你念药师佛，跟念阿弥陀佛，跟念释迦牟尼佛，有差吗？有差吗？还没有达到的时候都认为有差。我生病了要念药师佛，我快死了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现在世间没有智慧，所以我要念释迦牟尼佛，好像念的某一尊佛可以开发我那上面的专属的能力，跟他给予我特惠的优惠，我跟他相应的就是那块。我念药师佛的时候，我的身体能健康，我越念越健康。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身体会不会健康啊？还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因为我要进入死亡，所以我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身体就可以不要健康。其实这个是有些迷思，这是有些迷思的。你念哪一尊佛都是为了得证无上正等正觉，你念哪一尊佛都是让你生命里面般若波罗蜜多，正得无上正等正觉。那有的人会想说，你要讲啊，你要念有师父，你都不对啊，有师父干嘛厉害，阿弥陀佛较厉害。有的会有这种想法啊，有的人说，你念阿弥陀佛都不对啊，你这个是人啊，你主要是增福寿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山望一山啊，那这是佛的拥护者。哪一尊佛的拥护者？如果你到东方净琉璃世界，它有涵盖物质跟精神的部分，所以以物质跟精神上面都得合并去修。那如果你以西方极乐净土，它最主要以精神层次为主导，那但是呢，它之后呢，你要圆满呢，趁愿再来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那是不是也是一样要呈现于魔界的这个成为菩萨去度化众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上面是有所不同啊。那这个是众生的认知点上，所以佛跟佛之间的差异，其实众生的相应的思想，是因为众生有范围，是因为众生有范围。在经典里面都讲佛与佛道等同，佛与佛道等同。那你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如果有的人出生就念阿弥陀佛，他会不会死得快一点？不会。那如果说我们念持
药师法门到往生之前，是不是要赶快改改阿弥陀佛？要不然我去不了西方。不会，在药师经里面讲啊，如果你啊好好修药师法门，你在死亡的时候，除非你有意图，也就是你有愿力，如果你是有福报的，他自然会到天界去。如果你都没有主张，你没有意见要到哪里去，就有八大菩萨送你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就菩萨送你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八大菩萨包括文殊菩萨，那也包括大势至菩萨，也包括观音菩萨、弥勒菩萨。那这上面众生对于这个咒会有它个别相应，这样子。那其实佛与佛之间是等同的，这样子啊。所以这一段讲呢，能除一切苦。什么叫苦？